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小七赖美云。今天呢，小七有一个新的身份想介绍给大家，那就是我成为了哔哩哔哩的喵哩喵哩特派员啦。喵哩喵哩是哔哩哔哩自2018年开始打造的关爱流浪猫的品牌公益活动。今年12月，爱心将再次继续，在上海范围内，哔哩哔哩捐出一批绝育名额，用于流浪猫的 TNR 救助。上 B 站搜索“喵哩喵哩”参与活动，不仅可以为救助流浪猫助力，还可以和我一起迎新猫哦。首先是豆包，是我们家里的大姐，对。然后它是我在2015年的时候就养，现在已经有2岁半了。然后它是很像我，它像我的地方呢是它的性格，就是脾气暴，脾气比较暴的一老姐啊。然后是家里的老二是乔豆，乔豆比豆包好像要晚，好像是今年，对，然后乔豆是1岁半。他的1岁半，然后他的性格呢，就是一个明明年纪很小，但是却拥有着40岁大叔的一种对人生比较豁达的一个性格。然后是最小的忙内妹妹马黛，马黛的话就是年纪小，就是出生牛犊不怕虎，胆儿特肥。他现在在家里就是称霸全家，也就不到1岁的。现在天气转冷了，在外流浪的小猫咪需要更多的关爱，希望大家可以积极参与哔哩哔哩的活动喵哩喵哩，一起发挥不渺小的力量，采用科学安全的方式，让身边的流浪猫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吧。哔哩哔哩干杯。